嗨，我是 Steven， 我是天天来的老板啊。我在这边营业是大概是以40多年。我的招牌菜是福建面啊，个人炒法，因为我是会尽量炒出用我的心去炒出最好的虾面来 serve 给我的 customer。我最后我差不多熟了，我炒到已经焖到熟了，我会加上我的sotong，我的虾跟我的三层肉啊，这样就我就会。这几十年来，应该是我的顾客喜欢我们炒出来的wok hei，跟我们所熬出来的汤水的甜度，还有我们的 service 啊。他一直会想吃又回来。我增加 GrabFood 啦，我还可以增加我的生意啦。我每天还可以增加多一点点生意，还蛮不错的啦。Coconuts TV.